当我下班不想回家时，烟也没了，心情有点糟糕。我还被发现了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烟啊。你是不是没烟抽了？你不是不让我抽烟吗？是不想让你抽啊，但是戒烟这个事儿不是循序渐进的吗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戒的，偶尔抽两根没关系。哎，我刚给你打电话，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那个关机了，我把充电器给你拿来了。谢谢啊。中午不是跟我说单位的饭超难吃吗？然后我给你带了热牛奶，然后还给你带了一个面包，你自己一会儿垫一下。那个其实……哎呀，我跟你解释，我知道我老公做什么事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上班一个人很辛苦吧，晚上需要一点空间，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。我一个人很想你。知道了。早点回来。干嘛呀？等会儿回来，在家给你煲了你喜欢喝的汤。行，好。打一把游戏就上。行，我一会儿上去。慢慢的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。